最多100元。下班了呀？系啊系啊，咁啊顺手买埋啲菜咯。啊，那你先忙啊，拜拜。我已经来。笑唔出投资有限公司，就是这里了。新年儿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！阿婶，办证。唔办事噶，唔办证噶，等等先嚟啦。唔系啊嘛，你哋嘅午饭时间喺上昼嘅10点开始噶啦。系啊，依家系
准备进餐的时间啊，都是不扮正啊。哎呀，靓姐啊，我赶住上去啊，你帮我扮啊。你再不扮呢，我的花就来缠我的块面的了。是啊，午饭时间不扮正啊。靓姐，其实我好仰慕好似你呢啲喺岗位度默默奉献嘅基层工作人员，你肩负起保护同埋监督呢一栋大楼嘅作用，所以我决定送你一朵小红花嚟表达我对你嘅敬意。诶，办证系嘛？哎呀，唔该，出示你嘅身份证啊！啊，吓、啊，要身份证噶？要登记啊嘛！哎呀，死啦！我早上出嚟太匆忙，我唔记得带身份证啊！咁样唔得喎，你就讲啦，我企喺呢度就是肩负着看管和保护这栋大楼安全的责任，我是不会给你入去嘅。吓、啊，你通融下啦。哼，嗱，一系咧，你翻去攞嗰个身份证过嚟。一系咧，你打电话叫个人出嚟接你。啲花好靓啊！攞翻嚟。哎呀！哎呀，冇理由今日白嚟噶。就算我肯啊，我就咁靓嘅花都唔肯啦。哎呀，叫咪咪落嚟啦。喂，你好。我就是送生日卡给你的那个人啊！祝你生日快乐啊！我准备了个惊喜给你，你可不可以拿下来啊？我在你公司楼下，是啊，我等着你啊，不见不散。虽然有些阻滞，只要咧我心意达够，我相信咧咪咪小姐系会感受得到嘅。哎呀，只不过咧呢度人唔够多啊，唔够喺办公室咁震撼啊，睇嚟我要大声啲先得。咪咪小姐，我爱你。咪咪小姐，咪咪小姐，咪咪咪咪咪妈妈妈，咪咪咪咪咪咪咪。就是你送生日卡给我的？是啊是啊是啊，是我送给你的，祝你生日快乐啊！我还有个惊喜送给你啊！我想问呢，为什么你会知道我今天生日，还有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办公的？只要我想知道，没事我是不知道的，我是你隔离。呢条友啊，无啦啦攞到我的私隐啊，肯定对我有企图噶。仲有啊，佢写咗封啊匿名恐吓信啊，上边写住我已经留意咗你好耐噶啦。哎呦，我而家严重怀疑你恐吓我哋嘅员工，意图不轨，走去派出所。我你听我解释啦，唔好大声咁多啊。喂，同阿扎花，扎花留翻你拜山用啊。喂，俾翻封信你啊，攞。随时烧爆肚，上抖音。认准 logo， 搜笑口组。